最近明明怎么都能做猫的叫？收集污水。没有精灵去了，能练一下装备。水晶队长知道。那这集的影片很简单哦，就是我去跟你们讲一下。然后其实我已经玩到恼怒了，我为什么呢？我背包一直爆满了、啊。哇塞！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它卖掉啊？真的很，我真的觉得这些很夸张哎。到底要不要给玩家一点？不是，他一定要手动卖咩？很吵啊！找一大堆装备啊，结果都是在卖的，就很像挂饰袋的那种感觉。哎呦，它可以大量贩卖耶！那好啊，你说的哦，不要怪我。哦，超爆满的，我的天啊！你这找回的东西也太多了，那就有紫色的就好了。啊，不是，他宠物不能吃吗？对啊，你在干嘛？这种游戏不是宠物都可以吃，坐骑啊，宠物是坐骑，不知道哎，他又没事，通常是在圣物那边啊。啊，在这里。是这个吗？啊，糟糕了，蓝色就可以了，你干嘛？蓝色以下全部把它拿去强化。欸，它真的不能那个耶。我们先把守护卷了。哇，他顺序是不是换啊？这只为什么突然又跑出来？这是灵偶吗？